我的赖切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来做我们的欧卡线上看过第三集啦。那我们今天上课是马铃薯22公吨，然后地点是特丹，然后分数收入是8702。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。那我有跟大家说过，我会把无线电给右转给关掉，然后我是调一下，调成那个靠右，然后右转，右转，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二个出口。使用出口。靠右。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二个出口。使用出口，前方左转，左转，看了我的后台数据，那个第欧卡身上只送过第一集啊，哇塞，已经到快死人了。然后又接着做了第二集，第二集刚好是一起录完第一部就继续来录第二部。刚刚想说，哎，准备一起录，就刚好准备录下来了。然后那时候我还特别还用斯波特那个，哇，这个下等下好大、啊。这件那个，差点那个手机快那个什么，主机功率不够，现在主机功率很大，到128，所以呢，就不用担心了。开工作灯呢，快录完第三集，该准备把第四集也录完。我应该就是直接用一下录直播方式，然后来直播，来录制。卡，你们等会就会看到，就欧卡的画面。那今天开始，要开始，我会直接放大，不会再用有播
我房子啊，这波的内容，然后是那个，我还要那个什么，再用我用乔云来，乔云还要那个什么弄一弄，有点困扰。跟那个白一集那个怎么剪辑的，我也希望可以。也这么上去了，你们可以去看。我在用那什么第二关嘛，就是去找小少女，给那个，哇塞，就直接，哇塞，那什么传输带给力呀、啊，所以说给力，给力说完就接那个奥利给，他不是说进去我也用奥利给啊。继续执行。哦，那个什么，我刚先上第二集啊！哇塞，没想到，34分钟。靠左，然后继续直行。继续直行。没想到会这么塞，那好像是第一次就是用这种方式，哦，而且还是因为是走热门山的关系啊，所以会到39分钟，然后开头结尾那些的还有公告，所以呢就会比较久。隔几天才会把这瓶给弄好吧。然后玩到就是到山里面后，看到哇塞，然后中间片段就没有放我的那个 logo 跟那个外加 YouTuber 啊，想到待会第10集直接用直播那个直接放上来就好了，可以之后就可以再减少弄。在直播了，然后直播的录影的时候，然后被 EJK 也发布了他的那个送货影片。继续执行。那个阿爸爸，那你没看到的那个什么欧卡线上啊，三宝精华。直接去欧洲去分家之前影片，现在好像是我们讲的第14集还是什么？第40集的画面，聊天直播聊天第40集的画面，45吧，还是40的画面。三步三步去看一下啦，看一下哦，有直播欧卡哈。
对，我直播的时候，这个都会有音乐，既然背景也有音乐，差不多也要到了。这车要歪车了。切线到了，我居然把切线到了。靠右，然后右转。但是把工作灯给关了吧。右转。继续执行。继续执行。靠左，然后左转，左转。左转。我们已到达了旅途的终点。这个是可以用到的，所以这个直接从插进去就好了吧。呵呵，我要围道一下而已啦。干，
好啦，那这战机应该的不错。先我喽，这部我看上第三集的生活，就按个喜欢喽。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结束片尾啦。就不用天天单。妈、欸、的，说我超速。定速都60了，就说我超速。自由。影片就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影片喜欢点喜欢以及订阅，打开24铃铛，幺七五零，24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支影片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沈文祥 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 都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，拜拜。